到底为着啥原因？虽然不信你的气骨用心，啊，交着心爱人。心爱的你迄阵真正不甘阮出外，所以阮写批信安慰着你无伴。应该你也了解着做男性的心肝，窗内无消无息，害阮心头直扑弹。希望你若会伫心情快活，啊，甘愿来拖磨。变成一贯的态度，也无来同情阮，嫌我忍受风雨，惦在故乡彼当时，咱有所好情谊。阮才有跳出家庭，一人打拼做头路，互相若有体贴心情相慕，啊，就来相照顾。